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四月初七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安尼讲：基督伫十字架顶，亲身担当咱的罪。予咱用罪死，用义来活，对伊的受伤，恁得到医治。三个来祈祷，担当阮的罪。予阮得到医治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自由应有，掌管万物，信实公义的真神上帝，在你无虚假。因为你的话是真实，你甲你的百姓所立的约也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总是我常常背逆，无遵照你的教示来行。也常常违背甲你所立的约，直到阮伫罪恶中来坠落，失去你的疼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。疼痛的主，你不愿意看阮伫罪中来灭无，因为你是疼痛阮的主爱天父，所以你用基督伫十字架顶。亲身担当阮的罪，予阮用罪死，用义来活。感谢主，予阮得医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